我水都倒了，赶快去拿抹布来擦。水都倒在地上了。擦不掉怎么办？妈妈好像擦不掉。对，因为那个水要拧干了，因为手在放半。功课一块啊！功课一块来着。就是没有水，没有。我们没有盖起来。赶快，还那个水还在地上，你等一下踩到，和妈妈跌倒了。嗯，还有在下面都是水。这样子嘞？你觉得嘞？有擦干净吗？有。